共享你老木。看你个死胖子，这么小气。这是剃刀沼泽的任务后续。啊，什么任务嘞？就是捡屎那个很爽的任务。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等我会儿，我去拉完交任务去。哦，不行，自己拉的不行。那咋办嘞？要不我给你拉吧。你的也不行，必须是蝙蝠的。啊，猎人，你装成蝙蝠拉一个呗。算了，我给你们共享其他的任务吧。什么任务嘞？哦，深入血色修道院，还有堕胎者纲要。不是堕胎，是堕落。哦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居然瞒着猎人堕胎。MT 哥哥太流氓了。不给你面包吃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们赶紧点，前面就是 boss 了。你哪只狗眼看见前面是 boss 了？滚！里面就是 boss 了，我们上。关门，放狗！掉了。是啊，太不容易了。就是 MT 哥哥被抽得太可怜了。我没觉得。嘿嘿，心肝。啊，这是毛啊。哦，给我，这是我的。切，你说给你。哦，神棍得的象征呢。牛头人都这德行吗？下啊！阿布青，你在干嘛？那有宝箱啊，已经两年没见到宝箱了。哦，快上，干掉了一个血色卫兵。牧师，快救 MT！哦，终于有个十格的包了。干掉这两个就可以完成一个任务了。是吗？那我们上。哼，现在对付这种傻菜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靠，还好意思说，你丫拿个双手斧砍怪，要不是我们懒强力，你早玩完了。就是你说，我才发现原来傻曼这么废物啊。我说怎么副本这么不顺利，原来是傻曼太废物了啊。傻曼上辈子一定是折翼的天使，掉下来的时候脸先着地的。
所以才这么废物啊。你们太有思想了。我说咱们赶紧拿了任务物品继续吧。啊，任务物品在哪嘞？就在那儿，那本书就是。哦，这就是堕胎者纲要啊。奶奶的，什么破书，竟然不配图。你真事儿多，快点开怪，难得打这么顺。吵吵什么，看老子怎么调笑这些卫兵。都起床了，月亮都晒屁股了。哎呀，才睡了3分钟，起个毛的床。暗夜男，小的该死。那个小王八蛋去哪儿了？你说这个？对，就是他。这不就在你眼前吗？哎，大小姐你真逗。阿兰，你难道不晓得大小姐闪光吗？闪光是啥？就是睁眼瞎。什么老废物，居然敢对本大爷这么不是本大小姐这么说话。哦，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了，我双眼可是2000点0的。好，大小姐是金刚葫芦娃。其实大小姐是奥特曼，您这火眼金睛都看不出来吗？你才是奥特曼，你以为我金刚葫芦不是我2000点0是白来的？林凯琳，驴唇不对马嘴了吧？少废话，你说我看不出什么？哎，眼睛2000点0，智商-2000点0啊！哎，别吵了，咱们赶紧把那个小鬼抓走吧。啊，你去吧。房间说有怪兽。您真当自己是奥特曼啊？哎，没有童年真可怜呐、啊！都长这么大了，还这么厉害。这个就是最后的 boss 了。是啊，瞧他那怂样，和我一样。哦，我们安排一个战术呗。安排毛术，老子一斧子断了他的根。我还是说一下打法吧。他无路可逃了。阿野兰，拉住我。那我可上了哈。好了，我上了。大小姐，真难啊。好，我们上，抽呀。拉住！要出去的妈的崩了你！哎，挺不住了，大小姐，你在干嘛？不好 ，MT 你的废物居然不知道躲！快一点，我学会了，那就努力呀、啊！